喜欢吃葡萄口味的，那么你喜欢吃这个是绿色的，那你喜欢粉红色的，还有没有？为什么要发糖果呢？拖延一下时间，对，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来，快点，名人，名人，你这个跑步就对了。哎，好，谢谢你，哇哇，太可爱了，我就觉得小朋友超可爱的。现在跟我年纪差不多，也没有差多少，因为对，哎、欸，怎么我听到屎的声音呢？奇怪了，他吐槽我了，比他们大一点点而已，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，那带今天这首歌，那希望呢，我今天可以顺利一点啊，让我有个美好的 happy ending 啊，不要再乱那个鼓棒，不要再乱飞了，我今天真的是鼓棒一直都没接到，好，最后一首歌了。等我一下。